那个史华蔻的蜜糖醇棕，我这个发尾是比较黄的了，就是在室外就是还挺明显的，可能现在看不太出来。我们等一下看结果吧。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了，底下已经很毛了，过来了这么多了，准备染啦。我这个胳膊，我的新纹身。Hello，我刚刚染好，那我妆已经卸了，可能看不出来太那个的效果。眉毛也染了，但是我感觉眉毛染差染不多，调和了一下。我的脖子这个地方染发剂染到这块，然后还没洗干净，等一下洗个澡。在扬州的第一顿早茶是在野春的一个包间里面，然后我就没有拍太多视频，就拍了一些照片。我最喜欢的是蟹黄汤包，然后是蟹黄肉包，一早上吃了五个包子，真是打破了我的早餐记录。今天就是在这儿吃的，我们吃饭一直在说话，所以就没有拍太多吃饭的东西。好多人呢，这边是瘦西湖，这边桥，太难过了。这是我的咖啡，咖啡蛮好，不错的。Of course。好多叔叔阿姨。Yes。台积气，我们现在在河源，我也想住这儿。今天在怡园。第二天的早茶是在怡园分店的这个大厅里面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会更当地特色一点。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10点左右，大厅已经完全都坐满了，然后我们就点了几个包，然后点了几份面，还有一个烫干丝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五丁包，它里面比起三丁包，我还专门查了一下，好像多了一个虾丁和生丁。阳春面我觉得比我印象中的要好吃，然后荠菜包非常的清香，豆沙包也很绵密。这是一个盲盒冰淇淋，这是五丁桥，五丁桥是这什么行运。好了，这条路特别好看。对，人超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 B 站上见过，看过他的探店视频。
拉的里面就是藕，然后一些也是炸出来的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不错，你撞我的镜头。这包装好棒啊！这鱼还分出了个寂寞。牛油果估计不多。臭干干。脚开是吗？感觉扬州真的是一座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城市，因为是第一次来，所以还是有一种赶场子的感觉。希望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可以真正的享受这种慢节奏生活。好啦，下次再见喽。